在王者里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对抗路都是真男人玩的，毕竟上路英雄不是将帅就是英豪。那么作为王者里英雄最多、操作最细、最有血性、最靠谱的对抗路，哪些英雄在中路的女生眼中是最有安全感的呢？孙策对中路女生来说就像一个直男，不会花言巧语，却会很认真地保护中路。当中路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孙策就可利用他的大船迅速赶往中路，只要被他大招精准命中，就可以一套带走欺负中路的敌人。关羽作为峡谷唯一一个骑马的英雄，对于中路女生来说就像白马王子一样，总会在中路最需要支援的时候奋不顾身地冲向中路。关羽的一技能和大招可以将欺负中路的敌人瞬间推开，奔跑中的关羽还能用二技能给对方一脚，可以说关羽的支援能力和留人能力是任何英雄都比不了的。关键打团推人的样子还特别帅，刘邦是一个支援型的英雄，对于中路女玩家来说很难不爱。不管关羽和孙策如何支援中路，总归还是要时间的。而刘邦就不一样，当中路女玩家陷入绝境喊救命的时候，刘邦可以在第一时间给她护盾并来到她的身边，这给怕死的女玩家满满的安全感。就问这样的刘邦，哪个中单不喜欢呢？